总，来，再次恭喜咱们海贝永州分公司的筹建。我这里呢，先敬您三杯酒。第一杯，希望我们两家公司合作的亲密无间。我先干了啊。 叶总，你咋这么漂亮呢？佩少，你怎么知道永州来了？我这不是来听您指示吗？啊，听您的教导。你的项目策划书我已经递交给裴总了。有什么消息我会例行通知你的，但是我们投资意向不大呀。别这样，我可都是按照您指示的，您让我咋做我就咋做的呀。 什么叫我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呀？你的策划书我已经好心递交给裴总了，有什么消息等通知吧啊！好嘞，一句话啊。叶总，完了。你怎么出来了？他们一直在敬裴总酒，裴总招架不住。我叫你干嘛来了？我又不会喝酒。 哎，叶总，祝愿您裴总个人的事业节节高升，还是我先干。吴总，好酒量。吴总，这第三杯啊，我得敬您的事业节节高升。来，我先干为敬。<笑> 哎，好，好，好，那吴总，裴总，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要开，辛苦了您这准备。这儿的酒啊，我陪您喝。您想怎么喝就怎么喝，喝到您高兴为止。你陪我喝。总公司的文件，昨天喝了不少酒，没事了吧？幸亏有你在，不然我丢人就丢大了。你怎么样？被灌了不少酒吧？没事儿，那点小酒，这个小场面都应付不了，怎么当你得力助手啊？